一大早，兄妹俩就动起手来打扫卫生了。阿祖法看起来对这个新住处挺高兴的，脸上的笑容藏不住。对他来说，房租还算在他的支付范围内，这一点让他心里踏实了不少。他不用担心房租贵得吓人，也不必东奔西跑找落脚的地方了。这房子位置好，拎包入住，让他感觉一切都变得特别顺心。至于用水问题，昨天有网友担心他们怎么解决，其实不用担心，因为每周都有送水车来，他们的用水问题也解决了。阿吴说，如果阿祖法拍视频有点分行，哥哥再帮帮阿祖法把这里买下来自己住，不要再找康特了，这样很不错，进城里也不远，以后孩子们上学都放心。姐姐阿姨们也都是这样想的，大家都为此当心。粉丝们都说住在城里好，现在住这里也不错，又便宜。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呢，佩伦和阿祖法的关系成了个谜。有人说佩伦可能不是阿祖法的哥哥，但我看他们俩聊起天来那亲昵劲儿，肯定是亲兄弟没错了。至于佩伦为啥对阿祖法那么照顾，听说是两方面原因。一方面，他们之间有那种家人的纽带吗？另一方面，佩伦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阿祖法，好像是因为阿祖法还小的时候家里就急着让他结婚了，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挺冲动的，可能给阿祖法带来了不少麻烦。所以现在佩伦可能是想尽自己所能去弥补过去的错误，让阿祖法的生活能好过一些。佩伦的想法和阿吴是一样的，阿吴对自己的妹妹也是如此保护，康特也是很爱自己的妹妹，可惜呀，对自己的老婆却照顾不周。康特应该做个正能量的人，学一下佩伦和阿吴。阿吴对康特的评价也只能说一半了，以前一直看好他的，现在还不如让阿祖法嫁给阿吴算了。喜欢阿吴解说的不妨给个点赞。阿吴为大家推荐一款北京同仁堂出品的黄芪霜，黄芪霜有非常多的好处，涂抹在脸上手上，现在秋季马上冬天了，还可以给皮什么肤保湿，防止干什么裂。这么好的产品，阿吴真的很用心推荐给你们，喜欢的可以去阿吴橱窗看看，您可以通过点击我头像下方的商品橱窗找到黄芪霜。姐姐阿姨们，您到哪买都是买，在阿吴这里可以保证正品，阿吴给你们做服务真的很不错。阿祖法这家伙真是受了不少罪，他迟迟不肯踏进家门，听说是家里逼他跟杰斯结婚，这让他心里那个憋屈呀，就好像他的人生被别人给硬塞了个剧本，这种被安排的感觉让他对家里人有点心结。不过他哥哥现在倒是挺身而出帮了他不少忙，看样子是真心想帮他。在阿祖法最艰难的时候，哥哥的出现就像是在漆黑一片里突然亮起的灯，给他带来了点温暖和希望。哎，说起来阿祖法的哥哥可能是心里有点愧疚，或者就是那种家人之间的直觉吧，反正不管啥原因，他确实给了阿祖法不少帮助。他帮阿祖法找了个落脚的地方，还陪着他一起熬过了那些难熬的时光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妹妹。谁都想找个肩膀靠靠，不是吗？阿祖法之前一直都是孤军奋战，承受着生活的压力，但现在有了哥哥的陪伴，他终于可以感受到那种被关心的感觉了。这份依靠不仅仅是给了他物质上的帮助，更多的是给了他精神上的安慰。阿祖法现在有哥哥在旁，感觉没那么寂寞了，他总算能喘口气，攒点劲，准备应对生活的下一个难关。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，打扫这儿收拾那儿的，屋子里都是他们忙活的身影，显得挺有家的味道。哥哥经常跟阿祖法说，那些粗活重活他就别操心了，专心带好孩子比啥都强。他真的挺照顾阿祖法的，看得出来他很懂阿祖法之前遭的那些罪，现在他就是想让阿祖法多休息，孩子照顾好就行。哥哥啥家务活都抢着干，给阿祖法端茶倒水，连洗毛毯这种活都包了，感觉没啥是他干不了的。看看阿祖法的哥哥真是让人佩服，他真的在用实际行动帮阿祖法扛起生活的担子。但是说到康特，阿祖法生完孩子那会儿他做的就没那么到位了，好像就等着阿祖法把什么都打理好，
自己没怎么主动伸手帮忙。这么一对比，就能看出哥哥的那份善良和责任心，康特那边就显得有点不够看了。在哥哥的关心下，阿祖法可能稍微忘掉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感受到一点点家的温暖和快乐吧。今儿个我听康特跟个老人家嘟囔说阿祖法对他没感情，我就纳闷了，他有啥让人爱的？他自己配得上人家的爱吗？女人要是嫁错了郎，这辈子可就步步都是坑，苦不堪言，想回头都难。长相家财那都是次要的，关键得看这人的品德责任心，还有他家里从小教给他的那些观念和教养。阿祖法就像是被命运戏弄了似的，他遇到的那两个男人康特和杰斯都显得不太负责任，没什么担当。康特很多时候都没做到他该做的，家里妈妈和妹妹的态度也让阿祖法挺心寒的，搞不好阿祖法离开那些人之后生活能更舒坦点，少了那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，他就能好好的整顿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全心全意的为自己和孩子打算，不用再去纠结那些让人失望的事情，而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让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好。说不定在这种平静的日子里，他还能找回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，不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拖累。现在他的新生活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，这个不大却充满温暖的小屋就是他新生活的开始。阿屋橱窗有蓝莓，有黄芪霜，有蜂蜜，有护手霜，有伊朗椰枣，全是99块、29块、28块、9.9块的活动商品，快去看看吧。